大家好，我是 NS 大大，今天我要为你们玩一个游戏，它的名字叫做 Clash of Royale。然后我想要分享一场战斗呢，是我觉得蛮不错的一场，打得蛮不错的一场啊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你放两倍哦。然后这边呢，就他没有防守，我就快赢了。然后我就轻轻松松拿了三个王冠，而我也没有损失，我的塔还有三个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按赞以及订阅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